是极微笑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。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，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。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要是为了主，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。我愿背起十字架，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。如今十字架。